走神龟步道，倾听山林的声音。神龟步道入口出发，走300多步的阶梯上碧龙宫，这里就是碧龙宫了。来到牛灶山山腰日式休憩凉亭，这里是莺歌石步道入口，经过八卦凉亭，来到莺歌石了，登上莺歌石山，来到莺歌石步道观景台，这里是阿四向上光明山棱线入口，我们要下阿四向了。来到神龟步道入口，拜访新山头阿四坑山，来到神龟轮看风景，就让我们来倾听大自然的声音吧。今天的分享到这边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